这时个头比较小的安全人员再次上前要大家闪开。但还不够，台湾媒体为了守到王佑珍，没人愿意离开。洛杉矶航警吓阻无效，竟然拿出了杀手锏。这边航警人员是相当的凶悍，而且戒备相当的森严。我原本是希望能够在登机门来进行拍摄，不过呢，他们是相当强硬的，告诉我们如果不离开，他就要用手铐把我们铐起来带走。记者要采访，航警要维持秩序，大家都在工作，无端起冲突，双方都很为难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王耀珍。